不管你要求智慧啊，感觉自己或者考大学或者在社会上缺乏智慧，没有智慧了，你看一些事儿啊非常困难，那你这公司这笔生意要做了，明明是赔钱，你不知道啊，你还去做，完蛋了，公司赔了，三赔两赔，公司也垮了。要有智慧，知道这笔生意我该做不该做，不该做不做了，你要求智慧。说你交个男朋友或者你交个女朋友，你俩合适不合适啊？能够白头到老不？如果互相的揣测，互相的危害，还不如不交往。这个你得有智慧判断呢。那不可能，我们都出家当和尚，都出家当尼姑，办不到。谁办不到？你自己办不到。你没有这个福德，这叫清净福，清净福难降的了。看着很简单，你试验一下子吧。现在在台湾了，在美国了，试验出家，就试验出家，先试验试验，出在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，出一个月，不行，受不了，完了再回去吧。试验出家，一切事情你要求智慧，到了五台山了，别白来，白来一趟，好多朝着山就下去了，白来了，白来一趟也不白来，为什么呢？文殊菩萨还接你去了，文殊菩萨的愿，只要朝这个山的，他接一千，到一千里必须接你去，送八百，你走时候送你到八百里，给你解个善缘，以后你还想到五台山，你左次来六次来，来个十次八次的，在山上出家了，那他游渡一个，游渡一个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因此啊，一到山上做圣景想，看见什么都做圣景想。另外呢，念个咒，不是学密宗吗？我们这里要讲了，快讲大日如来了。大日如来就是密宗，就是毗卢遮那，他在密宗叫大日如来。本来我们今天讲啊，不但这本讲完，因为我看见呢来的道友不对了，讲这个讲我们这个讲啊，他们听见像听天书一样，不知道我说些什么，那改变一下吧，让大家能懂的。念个什么咒？开智慧的。我到西藏去，最初开始什么都不让我学，念了半年，每天早上起来三点多钟吧，起来洗洗脸，两点多钟起来就念，什么都不敢，一天就念一个咒，嗡巴扎那迪，但他念法不同，嗡阿尔巴扎那迪迪迪迪迪迪迪呀，一直迪得到这儿。你要学外语，学什么其他语言，非常的快，你那个舌根呐，学灵了，嗡阿尔巴扎那迪。念这个咒，这叫文殊菩萨心咒，开智慧的。如果你念得成，愿真念切，念得非常诚恳，你会有智慧的。这个智慧什么呢？开大一点，大了，直到过去，过去叫他心，有他心通，直到未来，未来叫许命，许命也管过去也管未来，能知道无量生的未来，无量生的能开智慧，开了之后有判断力了，你做什么事判断力很强。读书啊，要小孩子十五六岁先考大学，就着急的不得了，不但他着急，他爸爸妈妈跟着着急的不得了，希望孩子考个好大学，能住上大学，多念念阿嗡阿尔巴的那底，效果很好的。念的时候呢，要把那鼻子拉长一点，如果能上韵，念得更高兴，不会睡觉的。
你要听吧，我给你念一念。哦啊啦巴扎那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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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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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这笛子多念，哦啊巴那滴滴的，嗯，每一个字念，嗯，这个字含义是什么？一切字，一切种子，把佛的一切字、一些种子，如如舍利菩萨的，他是以智慧为主的，他专讲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智慧，得到他的加持，这是他的心咒。你念这个咒啊，跟他相通了，这叫密，密宗的咒。我们显宗就念南无文殊师利菩萨也可以，南无妙吉祥菩萨也可以，南无圣德妙吉祥菩萨也可以，反正只要念心诚则灵。翻过来呢，心不诚，随随便便念不灵，效果有不太大。